漂亮的一个，我们这个继续来打段位啊，好几天没打喽，上次打的还是在中冷啊，感觉中冷的话还是用三个 A 冷打打他们就可以了啊，再拿这三个吧，我的佐助现在也还挺溜的啊，上次抓地抓起来打，哎呀也是厉害啊，一般人还不是我对手。中冷段位，你看对面那个那什么托斯章拿个西冷跟我打，开玩笑啊！现在半个月也过去了啊。来一开始，战斗开始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我去！喂、哎，哎吼！哎呦，我好秀！我操，这家伙好贱！妈的，不跟你来点硬的！我靠！你嚣张！你呼！现在谈你血打的对不？不能让你这样的赢我，是吧？勝負あり！先把他打残了，我这样子才有机会啊！我靠！这么嚣张！哇吼！我靠！我靠！不客气啊！等一等，因为好几天没打，手感还没回来。哦，这玩意儿他们分身我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哎呀，我操！手短就这么倒霉。哎呀，现在的右啊，真的是好渣渣呀！我用黑烟挡住了我的人，在这里踹了他两脚。互相伤害，互夸互。哎呀，哎呀。哦，哎呦，他这还能把我弹起来，不客气。我靠，这他妈倒霉亏了。这他妈的差距真的。那你见到我卡卡西的厉害，打这个中冷不至于这么尴尬吧？还想戳我？还不死啊！开玩笑，
七连胜了啊，直接打到中门了，估计比较强的都在上门了。打到中门后换一个吧，这个又不好用，咱们换紫水。没开始啊。哎呀，对面是不是没确定啊？中冷我应该来说还能混得下来，虽然不怎么玩了现在啊，基本上看网友玩了。啊，说到网友投稿，有好多网友投稿都投的竖屏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其实要投应该投那个，要投那个。横屏的，这样子，这样才好做视频啊，要不然视频不好做。没有跑。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浪费我一技能缓杀，我以为被他加的不打，我就一直点了一技能。哦吼！完蛋了！有完没完啊？大哥打倒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吼！时间到，要不然我直接上大招秒他了。应该不会在这个地方翻团吧？居然朝我吐血，又是这样的一顶破，我都更尴尬。还好大招换出来了。哎呦我去，哥哥，我操，八血给他多，悲剧！哎呀，我操，这个很危险，一不小心就要翻船了。嘿嘿，我去。
操，倒地了还给你插起来，不科学。喂，嘿嘿嘿。开玩笑，卡卡西是你能打得过的。OK， 打到中等三了，那我们就不打了，还行吧，连打了八场是吧？百分百胜率，嗯，八连胜，挺厉害的啊。